你好，先生，要点点什么？其实我想点什么，并不代表什么。人是会变的，今天我可以喜欢拿铁，明天我可以喜欢别的。所以你要点什么？黑白交织，记忆中的沉淀。生命智慧照亮黑暗。如果可以吃两个便当，那干嘛只吃一个？咖啡好烫，烫的不是我的手，是我的心。I thought this thing was just right next door to us.蛮好喝的，先生，你在这里住一整天了，我们店要打烊了。你晒伤了，没关系，不打紧的，这是阳光赐给我的美好。打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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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烊